点红心点吗？这边这几个车都大冷，这是咱们车冷，那边的车冷。红心啊，小红心往上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你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然后把你生出来了。欢迎我单身哥，欢迎我大哥，祝我大哥资产过亿，单手开着法拉利，带我纸醉金迷，送我玛莎拉蒂。你还在哈尔滨，还在哈达呢？今天压了一天车，加300块钱。这鸡巴地方，哎呀我操，一点阳光都没有啊！搁地底下黢黑呀、啊。搁地底下黢黑呀、啊。300不多，你搁这待着，让你搁这待一天，给你300块钱，还咋的呀？这是不用咋打冷，只要用打冷的话，就得比300多。我们都没吱声，你知道吧？这货主自己主动说的，给加300。私信没看呢，没看呢，没有功夫看那玩意儿。这鸡巴地方跟监狱似的，地底下却黑呀、啊，连他妈一点阳光都看不着。搁车上他妈轱辘一天，轱辘一天呢，那你得看呢，没有功夫啊。咱把红心往上点点家吗？点起来，来！我今天我说我拍个段子吧，这他妈的地库这个管理员还把他妈灯关了，黢黑灯光也不够啊。完我说我他妈搁车里边拍吧，我把我自己的灯光支上了，给300也不多，那应该给多少啊？吃饭怎么着？订的外卖啊？下午订的麻辣香锅，今天吃饭花60，吃饭花60，订的麻辣香锅，没搁上面那饭店吃，那饭店妈坏肚子，昨天妈吃完了，这么肚子给我坏的，昨天我还没喝西梅汁呢，我要喝西梅汁，你说我坏肚子啥的行，我还没喝西梅汁呢。刚刚吃东西了吗？下午吃的吗？
下午2点来钟才吃完，现在还吃啥？这才6点，刚刚过4个小时。一天嘛吃2顿得多少钱呢？这一天一顿饭60、70、80，哪有钱天天这么吃啊？哎，啥家庭啊，一天吃饭花200啊？一担葡萄能挣多少钱？这回明天早上付运费的时候就是4100，明天早上付运费的时候就是4100。昨天跑肚子窜稀了，这个放牛小子，我就发现你是不是闲的？你老给我断的底下评论发那些没用的截图干啥呀？你歇罕他呀？没脑卸车付运费4100，你老给我，你再他妈给我断的评论，断的评论底下发那没用截图，我们就拉黑你。跑肚拉稀开车咋解决？往服务区跑呗，那还能咋解决？妈，前天晚上来的时候搁高速上，我们喝完西梅汁正忙上厕所，差点没他妈拉裤兜子。纯正4100吗？不是，倒车4100，4100减掉900的油钱，减掉400的那个信息费，减掉1300，4100减1300，剩下是我挣的。高费是免的，免高速费。4100减900，减400，剩下是我的。你轻点嘚瑟，我就不发了。你再发，我们就拉黑你。你歇呢？你上他断机评论发去。你老上我断机评论发干哈？烦死了。司机你不给开支啊？那不得到他妈月底才能开呢吗？不得他不干的时候才能开呢吗？现在开呀，我也不是按天给他开呀。那不得到最后他月末不干的时候，你干到一个月我就给你开一个月，干不到一个月就一天200算。哎，咋的？6000块钱一月30天，一天不200吗？你咋算的账啊？我都算明白的了，我都，咱俩肯定你吃不着亏，吃亏的是我。你用不用司机呀？我现在有司机，我也不是那差事的人，我能让你吃亏吗？对，一天200，对呀，6000块钱一个月，6000块钱一个月，一个月30天，一天不200吗？只能祝你在网络上一路长虹，谢谢大哥。你那个项链左旋呢？左旋是啥意思呀？啥是左旋呀？我先等我过两天我去那个那哪儿，他不一定能干到30天，31天6200，不，31天就600，就是31天就是6000，按一个月算，比如说9月1到10月1，正常是9月6号，他司机从9月6号开始算工资，到10月6号，是一个月，但是开不到10月6号，因为我10月1就去驾校了，哪里送货拉活，搁哈达市场呢，哈尔滨。感谢我单身哥，谢我大哥。笔仙，正常他6号上的车，那不就是从9月6号到10月6号吗？货没找呢，现在订不了货。正常说今天把车给我倒出来，然后他今天那个货主他有一个订货的，原本订是300件葡萄，完了就拉走80件，所以他剩货了，剩了一小半。完了今天说压了一天车，压一天车他主动说给我加300，我说那人家这么痛快咱也别磨叽了，明天就是他卖不卖完他都得把车给我倒了，我没有跟我天天搁这等他。感谢我好哥，谢谢我好哥的大烟花。
起个心儿，我那功夫天天搁这等他呀。多拍点段子，涨点粉儿，在网络上好卖点货。嗯呐，对对对，在车上住吗？对呀，国庆驾校放假了，你去干嘛呢？驾校不放假，驾校不放假，你驾校告我十月一去呀？十月一去练车，过了七号法定假日之后，完了约考，二三四连着考。一个月六千，管吃不管抽。一个月六千，管吃不管抽。咱把红心往上点点家吗？小红心往上点点了，来。你这考试都一把过，不用补考，基本上吧。我科一那么难都过了，科二、科三啊，不比科一强多了。我天天摸车，考科二科三还不好考吗？妈，学习学不进去，科一都打98分，只要你用心学都能过。对于我来说，科二科三不难，科一难呢，科一科四难。你天天睡觉咋整啊？我这是高顶双卧，上下卧铺，司机睡上铺，我睡下铺。车卸完货了没有？今天压了一天车，搁哈达呢，加300块钱。明天早上他卸完车给我付四千一，4100减掉1300的费用，剩下是我挣的。多读几遍题，我科一打了98分，现在差234连卡，234连卡。车上涨粉快，好好把握，这几天涨了好几千粉了，这两天涨粉是涨粉，段子播放量也上来了，看点赞量就看出来了。你这一天精打细算，我啥时候精打细算了？今天我跟司机我俩吃饭又花60，买水花10块，买了一提便宜的矿泉水洗脸花10块，70。我水罐里边没有水了，现在这块动不了，加不了水啊。水罐里没有水了，完了没有，昨天剩点水都没让我洗衣服了。然后那个他这卫生间里太他妈埋汰，他那水我不愿意用，想要那么埋汰。完了我买了一提那个10块钱一提那矿泉水，我洗的脸。考试找关系好过点，现在不让找，如果要让找的话，我他妈人都不用去。拉的什么货？拉的葡萄啊，拉的葡萄。明天他他妈卖不卖完，他都得把车给我卸了。我没有功夫天天搁这等他。从业资格证是不是2年以后才能办？当驾驶证下来的当天就可以办，第二天就拿到从业资格证，就是不用拿到纸质驾驶证。比如说今天下午上午考完科四，下午电子版驾驶证下来了，你当时就可以去办从业资格证，第二天从业资格证就下来了，还不用考试。这些零花钱你都算去了，你还不是精打细算吗？这不是费用钱吗？这不是费用钱吗？旁边的那个车有水就用呗，出门在外大家，你咋知道旁边那车有水呢？车上还有多少货？一小半。啥玩意儿？多少钱？什么完了？多少钱？现在装葡萄多少钱一斤？不到啊，咱是负责运输，咱不到装葡萄多少钱，我只负责给他拉货，我哪知道多少钱啊？我知道我的运费明天早上他会给我付4100，然后我再跑一圈，我车贷钱就出来了。哎，妈，这关键吧？你说这要是搁外边，搁地上边，说你压车那也就压了。说外边有阳光，咱晒晒阳呀啥的啊，瞅着心也敞亮。
这他妈搁地下库压车，你说这妈黢黑呀，连点阳光也没有。哎呀妈，给我整的心情都压抑了，搁他妈车上咕噜一天。一个月还多少钱？一个月还8700。再跑完地上再跑一趟，完了车贷钱出来了。佳慧棒棒的，加油加油，开始挣钱了。嗯呐，明天说啥也不能压了，我没有功夫天天搁这等他，我哪有功夫天天搁这等他呀。到这点应该开灯了，开了几个没全开，开了几个没全开。我今天把座椅转过来了，我还没转过来呢，开了几个没全开。司机现在的200不能是这么算的，知道不？现在不能按200给司机算。冷气关了吧，没到度数呢。车压的这里，你可以搞直播赚外快呀。唠嗑听不见了，那个温度没下来呢，我也不愿意打冷个费油。哎，太窄了这地方，窄倒是不窄。司机一天300吃喝，吃不上。这司机是6000块钱一个月，咱现在不能按天算，你知道吧？6000块钱一个月，假如他要给我开20天的话，那他也就算4000块钱。所以现在具体咋回事不知道呢。到月末，看我几号去驾校，看他什么时候去取车，看他什么时候不干，完了再算工资。你怕热，你把车打开空调不就行了？不是，是车厢里边给葡萄打冷。热啥呀？黑龙江不热了。打冷打多少度？5度。是给葡萄打冷，不是给我打冷。我倒不那个啥。不是我打冷，是葡萄打冷。没有啊，今天压车给300，就是搁在这块待的我五脊六兽的。你也不准备嫁人，压车货主没有赖账的吧？没有，我这货主主动给我加的钱。他赖账能好使吗？他赖账多长时间打一次冷？一天打一次两次就行。因为车厢是保温的，温度达到了之后它会保温好长时间，它会始终保持在那个温度。你也不准备嫁人，我嫁给谁呀？我嫁的，我天天嫁的，往哪嫁呀？温度到了吗？啊，以后路上偶遇。好嘞。啊，打到温度下来，里边能看见温度下不下来，里边能看到，搁车上他们咕噜一天呢。哎呀妈，我他妈是不愿意待了，我他妈都待不住了。你说要歇一天吧啥的行，搁这他妈待2天。你都跑哪里？哪里有货去哪里？找个好人嫁了，嫁了以后再买个大的车。我不愿意嫁人，我喜欢自己挣钱，自个儿花。我不喜欢别人花我钱，我也不喜欢花别人钱。但是嫁汉穿衣吃饭那没毛病。这娘们干嘛呢？泉水叮咚，这不黑粉来了吗？邻居看你直播呢，你咋知道呢？你咋知道呢？
司机漂亮不？又拉货了吗？今天那个拉那个葡萄压车呢，压了一天车。货车司机漂亮不？谁是货车司机？谁漂亮啊？我不漂亮吗？我司机是男的，找个男人嫁了吧，都多大了，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没谢呢，没脑谢，搁这么待两天了。你是货车司机，我驾证没下来呢，十月一也下驾证，下个月我就自己担架了，担架六米八冷藏，我就自个儿开了，我就。给你加钱了吧，必须加呀。不加钱我能干吗？必须加钱呀。咱把红心网上点点加吗？红心网上点一点，点一点小红心。照了你的道，照了你的脑，加的太少了，那应该加多少啊？你觉得加多少够用啊？有钱就不愿意结婚，人家戴的环儿都是金的，那没毛病。你这话说对了，结婚干啥呀？我自己一个人的日子不好吗？想干啥干啥，想吃啥吃啥，想穿啥穿啥。你嫁个好老爷们儿行，你要嫁个不好的老爷们儿，狗嘚儿都没有，他还得拖累你。所以说呀，不能嫁那玩意儿。但是谁好谁坏你也不知道，咋的也得加一千，你做梦吧，还加一千，运费一共才3800，还加呀，加一千，你咋想那么美呢？你就搁这地，你就搁床上躺着，干躺一天，人家给你300块钱咋的啊？车也没让你动，就搁这干躺一天300块钱，睡两觉了我都。我咋这么烦黑粉的？你给我骂他！你嫁个好老爷们儿啊，说的哎呀，能帮你分担一些什么经济压力呀？帮你那个一起跟你俩一起奋斗啊，或者是照顾你啊，心疼你啊，怎么样的？你他妈要嫁个他妈不好的呢，不仅照顾不了你，你他妈就死在他跟前，他他妈连反应都没有，他还得说你他妈装的。完了反过来再还得拖累你，他没钱你还得去管他。俊俊代言的那个项链我怎么买，什么意思呀？俊俊代言是谁呀？有很多不如咱的，他们就是嫉妒。你说的那不对呀，加300给司机200，你还剩钱吗？我车没动啊，我算他给300是压车的费用，你老说给司机200，那如果他干不到一个月的话，他还算不上200呢。司机不是单趟算的，明白吗？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挣了15000，我还车贷8000，剩6000，拿出来6000给司机，是这么算的。他能按单趟算吗？那你要按单趟算的话，把拉屎开定的纸你得算上吗？一包纸还3块呢，那能那么算吗？13米一天才给300呀，加的不少了，那个主动给加300块钱，一天300你就知足了。让你待一个月你不就完了吗？一个月9000还完车贷没了，那我他妈车也没花油钱呢，车没有磨损呢，他他妈还帮我把车贷还了，多好啊啊！你咋不会算账呢呀？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？我他妈车没动地方，我就天天搁家连吃带喝，连睡觉我带玩，还有人拿9000把车贷给我还了，我他妈3年以后车还是我的。
道不会算账呢？他一天给我300，我天天在这块在就在这待着，一箱本两个500块钱油够打一个月的冷了。关了吧，温度没到呢，还差点，现在6.5度，现在6.5度没到呢，达到5度完了就关了，关完之后今晚就不用打了。一个月他妈500块钱够了，打嘛一会儿就关了，打嘛一会儿就关了，今天一天才打了一回。佳慧你开大车呢啊，今天一天就打了一回，这不一会儿要来卖货来了吗？司机一个月6000，你说一天多少钱？不能这么算。那你要这么算的话，你我每天拉屎开腚擦鼻子的纸还得3块钱一包，还得把3块钱算上。我抽烟啊，还得喝饮料，你得把所有钱全算上。纸难道是不花钱的吗？装货没有，拉的葡萄搁这压车呢，压了一天加300，明天早上卸车，明天早上卸车给4100。我走了，我吃饭去了，吃完饭来啊。你看这玩意儿是来跑货运的吗？别来给货车人丢脸了。买张床，买2张纸，躺那赚钱去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买大车你买不起，我他妈是6个轱辘买你命。第二点，买张床，你妈就是在床上躺的，俩腿一劈生的你，是不？你妈就是躺在床上俩腿一劈把你养这么大的，你吃的大米都是你妈两个腿一劈挣来的，要不然你不能这么了解行情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得向你妈学习，你妈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不用买床，我车里就有床，明天我躺在我车床上，我就俩腿一劈跟你妈学挣点大米。佳慧你还记得我不？不记得。假如说押车一个月给你9000，你给司机开工资不？不可以开呀，因为我就头一个月雇司机呀，下个月不雇司机了，下个月我自己开了。而且他能不能给我干到一个月还不知道呢。姐别搭理他们，必须得骂他，不骂他他不知道咋回事儿，俏里哇的。还我货运行业，你他妈想买货车，你想货货行业，你能货得了吗？我他妈6个车轱辘买你命干啥呀？啥玩意儿散了？啥呀？6.5度，马上下来了。你妈就是躺在床上，俩腿一劈把你生出来的，差点没夹死你。主播，你还有小号？我有个小号11000。玉米蒸着大米，这玩意儿好啊，痛快呀。假如说你给司机一个月车给你9000，你给司机开工资不？我天天车搁这停着，我还用司机嘎，我自己不能开吗？我也不用上道，我就搁市场里边开，我自己开不了吗？我还开工资嘎呀？开大车最好是2个人换着开，看多大的车呗。佳慧，你的小奔驰借我开几天，我先找个对象，车与老公恕不外借。冷没打下来呢，等会儿人来了，今天就打这一回冷，打完就拉倒了。不打不行啊，万一里边温度热，你给你整坏了不得赔钱吗？我小号叫佳慧无人能度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车与老公恕不外借。窗户开了吗？开了呢。有点凉气就行，我这高兰都3天了。那个司机说打冷，司机说打冷，那咋这么硬呢？
人骂热了，啥都敢借，买不起不开还借，真不要脸。你说话比我还厉害，我都没有意思说，我都。开空调了，啊行，打开空调。刚才这个车的空调一直是暖风快，但是有时候它不是热风，可以热。你开暖风了？我说咋这么热呢？开啥暖风了？它是你的锅，自动的。晚上没吃啊，下午吃的。下午我俩吃饭两点了，我中午12点多睡一觉，早上睡到几点来着？早上货主叫我俩吃饭，然后我没吃，司机大哥在那块吃的，在那块吃，他没吃啥玩意儿。货主早上叫我们吃饭嘛，整的那个水煮肉片，整的炒鸡蛋啥的，我没吃，我不吃肉，我睡觉来着。完了，司机在那吃的，完下午。为了将就司机大哥嘛，他早上吃完中午也不饿，完了下午吃饭2点吃的。开大车老累了，给他打冷呢，打冷呢，一会儿10点人就来了，10点来卖货来了，明早上走了，明早卸完车就走了。哎，明天他那个货款应该是微信转不？直接给你，没准给你现金的。啊？不一定，应该是微信。我不愿意要现金。跟他说，我现在给你微信，应该是微信，而且收尾钱微信，没有啥事。找货了吗？明天走，没找呢，明早找就赶趟。差不多就行了吧，省点油吧，能行吗？6:03了。不行，打温度啊，打温度不动了，你现在还再打会儿。明早先定呗，现在你不知道明早几点走，不知道明早几点能去装车去啊，不知道明早能几点去装车去，所以不敢定。现在你万一这头晚了的情况下，那头人着忙，货装不上不着忙吗？你打到零到三没有5度，9:30再打，不打了，就打完这一次，打到温度就不打了。到温了，黄灯了吗？那不是，快打，你这冷机好，这冷机是1300的，我这1200啊，那车也打冷的，我听着不止我自己一个车搁这打冷的吗？轰轰的，到点了也都得打冷的，人来卖货，你这一开车门子啥的，人不得打冷的。我睡觉了啊。将来呀，你有飞黄腾达之机呀，以后啊你是有福的人呐，你是个女强人呐，我知道都打呢，你也在哈达呢，这个波哥，咱不省点油吗？你得给人温度打到了，要不然人家用冷藏干啥呀？你高栏的价格不比冷藏价格低？人家既然找冷藏，不就是要冷藏的吗？咱办事不得讲究点儿，不能整那小偷小摸的事儿啊，多的油都花差这点油了，万一他妈真出现问题的话，不得他妈让我赔钱？人家一来一打开车门呢，完了一看里边温度哇哇液，你那高栏是搁外边放的风，我这是搁箱子里边捂着呢。嗯，不用，温度那个
一打开车厢温度它就能知道打没打冷，车厢是保温的，它能打完一次冷能挺好长时间的，万一真出现问题妈不他妈找我啊。我这也是冷库货，冷库货能用高栏吗？啊，旁边那高栏说的他们装的也是冷库的货。冷库货哪用高栏？他说冷库货没有用高栏的，除非刚放里的。冷库货没有用高栏，除非刚放里的。不是现挂和现摘的用高栏，咱那现摘的用高栏。高栏拉的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，全是现摘的。要是冷库先刚放里，要不就是冷库刚放里的。冷库服的货要是放高栏上，就一天，那货全软。冷库出来的货放高栏上就一天。不用一天，这开了这都得管。它温度你就适应这温度了，不可能让你冷库，你看有哪儿冷库货就高栏的，扯淡。啊。那你的就是刚放里的，你那就是刚放里去呗。我充电器呢？钱没挣到，把人打进去，你咋知道我没挣钱呢？我他妈六个轱辘买你命！学画小鹦鹉啊，那我不懂啊，我不得问吗？我得干到过年呢啊，那不懂我不得问吗？现在打冷我会打了，就是不知道拉啥打多度。我把我这椅子转过来呀。明年好像有一车豆角到山东运费6000，运价不高啊。哈尔滨到山东才6000，我到那个到哈尔滨还那个那啥呢，到哈尔滨还3800加300，4100呢。到山东才6000，我搁营口到哈尔滨才多少公里啊？800多公里加空旷，加空旷才800多公里。到山东1000多公里才给6000块钱。拉货多少度？问一下师傅。到时候以后我下个月我自己开，我不就得学吗？到时候现拉现问呗，拉啥就问啥呗。打冷咋打？有机器。有机器，到时候看拉啥呗，完了到时候再问他们打多少度呗。还用司机不？我暂时有司机。佳慧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军哥，咱把红心往上点点，点点红心儿家吗？着了你的梦啊，着了你的道，点点红心。我这个司机大哥就能干到月末，等我驾证下来我就自己开了，因为人家那头也有车，他自己去取车呢。你记不住拿个本子记上，不知道看本子不用，现打现问这玩意儿，打两回就知道多少度了。还有很多时候就是你拉的什么货，货主会告诉你打多少度，货主就告诉你打多少度冷了。你装货的时候人就告诉你打多少度，他告诉你打多少度你就打多少度呗。他不告诉你你就自己问问别人啥的。你俩那说话这么大声，师傅能睡了觉吗？你听不听外边机器轰轰的？就
机器轰轰不比我说话闹听，该睡也睡呀，必须得睡呀，不睡他妈困呐。你要不睡觉，除非你没累着。我也准备跟你买冷藏车，行，可以。可以。哎，不要听这个说不挣钱，那个说不挣钱的，挣不挣钱只有你自己知道。那这个说不挣钱，那个说不挣钱，他咋不把车卖了呢？他咋不改行呢？你还养了干啥呀？你咋不改行呢？你咋呀？这小红帽挺精神的，这家今天你说歇一天行，这他妈搁这待两天，待的五脊六兽的，妈昏昏沉沉搁车上睡两觉，今儿个下午吃点饭，洗脸，拍段子，水罐里水昨天让我洗衣服了，没有水，我今天拿矿泉水洗的脸，做了个面膜。哎，搁这待的昏昏沉沉的，就是。他要你要是说吧，说的咱家车说搁外边有阳光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咱搁外边晒晒阳阳，还能溜溜的啥的，见见新鲜空气。搁他妈这老大地库里边，哎呦我擦，我都服了，我都连点阳光都没有啊，还黑了吧秋的，跟他妈蹲监狱似的，整的人心情都压抑了。挣的多少的事儿，赔钱他们早不干了，谁到了天天这个喊赔钱，那个喊赔钱，赔钱你卖车呀，你别干了。别听他们哥的白赔赔钱，那还早，还早找买车急拉买，这挣多挣少的事儿，就是没以前挣钱的。以前一个货车，五年前一个车是挣多少钱？一个月多少？五六万啊，一个月就是毛的五六万，这得挣三四万，现在就挣的少，挣一万多块钱，反正就是也比打工强啊。这么事儿没有呢，压车没脑气，还有一小半压车，明天早上卸车，今天压了一天车加300块钱，明天早上卸完车付4100，明早卸完车付4100，你们能听我说话吗？我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车全下来上道多少钱？还贷款33。你这一车拉了多少葡萄啊？卖了，大概有5-6吨吧。装满了，但是它这个葡萄轻，吨位也就是5-6吨。融机构。还贷款33万，你算呗，首付交20000，月还8700，全款落地比这个贷款少10000多，10000多是利息，3年利息10000多。司机大哥躺着呢，算呗，3年利息10000多，你要是贷款的情况下就是少10000多。但是大车没有几个，10个里边能有一个是全款买的，而且几率50%以下，太少了。大车基本上全贷款，90%大车全贷款，剩下10%是还完的。你用的是啥冷机？什么玩意儿？森邦1300，辅什么森邦？他挺幸福，能跟美女一起跑车，还能把钱挣到手呢。还没卸完车呢，没卖完，今天压了一天车加300块钱，压了一天车加300块钱。之前我往哈尔滨再跑一圈，再跑一趟，我车贷钱就出来了。不是冰森，是叫福什么森，比冰森好，好像。我今天早上卸完车，我现在去装猪去了。装猪去哪儿啊？
我这压车呢，压了一天，明天走。明天他卖不卖完，我都不能压了。我没有工夫天天等他了。几米的冷藏车，车厢6米8，往山东啊。我哪有工夫天天搁这儿等他呀？你昨天进来没跟货主说呀？正常讲的就是一天压一天两个早市，完了今天没卖了又压了一天，今天压的这天给多加300块钱。你到哪儿了？哈尔滨哈达。旁边那个大腿是谁？我司机。你的车拉土豆能拉多少吨？10吨。我的车标堆就是拉10吨货，总质量标堆是18吨。你告诉我明天早卸车呀，这不明早卸吗？这货主挺好的，不磨叽。这货主挺好的，不磨叽。完了然后今天早上司机找了一圈货，没啥好货，完了然后那个说压压吧，要不然今天找不着货的话也是搁外边待着。你卸车跟前找没找到货？今早看了一圈没好货，今早看了一圈没好货。完这不说压车吗？我说压压吧，压车最起码他一天给300块钱呢，我那么搁车上睡觉，他给我300块钱呢。我要是今天找不着货的话，我上外边待着还没有300块钱呢。完了然后明天装车回辽宁，明年装车回辽宁。货主看你长得漂亮，哈尔滨有一车冻货，去往山东猪笼，猪肉拌子，你拉不拉？不拉，不拉又。你别把司机搂搂，我把司机搂搂，我俩得劲儿，跟你有鸡毛关系啊？他司机是你爹啊？你来替你妈看着你爹来了吗？司机多少钱一个月？6000。6000，今天卸车了吧？今天压车。没卖了，剩下了一小半。为啥不拉肉？不喜欢肉。山西有煤拉不拉？拉不了，我这只能拉吃的，只能拉吃的，拉不了那个煤。因为我这玩意是万能的，啥都能拉呀。找了你弄我弄呀，啊！昨天下午搁饭店带回那盒米饭扔了，白瞎了，白瞎了。昨天搁饭店剩点菜吧，这司机大哥非说拿回来他晚上吃，再打盒饭，整回来他也不吃，完回来还是扔。我就说，我说剩那点菜就别拿了，吃不了就吃不了呗。他非得说拿回来，他晚上吃，再装盒饭，回来也没吃，完了饭也扔了，菜也扔了。
耗几十万买个碟，耗几千块钱雇个碟，伺候不好爹，爹就换爷。这话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啥玩意儿？我这一天天的，你什么情况？我没啥情况啊。菜扔了无所谓啊，新打的一盒饭也没吃啊。新打的一盒饭也没吃啊。下黑了不吃饭不饿呀，下午吃的晚，两点多才吃完，两点多才吃完饭。在咱后边呢，估计拉的也是葡萄。司机管饭吗？管呢。昨天吃饭，昨天一天吃饭花多少钱？饭店花60，外卖花40，还花个15。在哪个市场能偶遇到吗？我在哈达，明天早上我就卸车就走了，在哈达呢。又来了冷藏，估计拉的也是葡萄，辽尾的，跟我一样的，车不一样，冷藏一样的，牌照也是辽尾的，好像上咱这来了，啊，不是，要往对面那空拐。一天两顿饭，晚上怎么住？我这是高顶双卧的，我这是高顶双卧，俩卧铺。大姐，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市场都是货主头来不拉点，这杂货怎么回事？为啥呀？都没用。我这给冷库搬十多天了才装出来，冷库过别说3天了。烂了吧？烂啥呀？也不也剩外头招虫子了。我说这搁哪来的小飞虫呢？我这没有虫子。我这给你来的，带着。我这摸没摸呀？下毛了？没有啊。还没下毛呢。啊。我来赢了。不影响啊。咱也不是才艺主播，一个唠嗑主播。我刚才跟你话说，你还比我大吗？我30多大。我32，我92年的。这货主还司机，对面车的邻居司机，我就寻思这哈达这地方开车太难了。你俩给指的对吗？是他家吗？这车也拉的是跟咱一样的吧？辽尾嘛，辽尾一般出来拉的都是葡萄。辽尾儿不定是拉啥玩意儿，南方回来的。这辽尾儿是哪儿的？辽尾吗？不是，你们家哪儿的？沈阳的呀，我老家黑龙江的。这不黑龙江的？这哥们儿都懵的，走到哪地方都懵，怎么搁里边跟洋鬼拉似的？我说妈，整个人家哈尔滨这玩意儿整不明白，不出家去，多难扛啊！这玩意儿等于站在水，一轮黄色站船得过。你们运费多少钱呢？3000块钱，没人来。那你压几天车呀？我几天，我两天，我三
不给钱呀？贵呀，他这一直干到过年。八七的，我这也干到过年。你咋的？这扯犊子，押车不给钱？俺们俩扯犊子，我不是我从我价高的时候，我还比你价低的回来的。我从价面一直拉到冬储，一直拉到过年，一直拉到过年。拉葡萄？啊，完事儿。开春拉麦，冬天拉葡萄，我常年就两种，固定货主。那哪是扯犊子？那不是扯犊子。固定货主。过两天过节，我的运费比你高。你那货主给刘兰拉的？啊。你不能运那李成吗？我叫李成。固定货主就专跑他家货呗，一个来回。一直给他拉。那搁哈尔滨出去呢？出去不拉香蕉箱子、稻箱子。也是他们家的。那是他是个啥给他拉的？我自个儿的货主。我一跑跑的我就不是，我那就是那个北镇吕阳平台。啊。感谢我老弟，谢谢我老弟。啊，我不懂货运的你。我小白呀。小白的可以，慢慢就乖了。我驾驶证还没下来呢。就是行业中的精灵。那没毛病。但是我养车也不低。你直播好了。我直播开车不耽误，我以前就开车直播的，但我开的是小车自驾游直播。完，这回换个车而已，只是以前那车不能挣个钱，这车它能挣钱。换三个二的吗？我觉得260够了。那挣够动辄吧，正常挣不够动辄吧，还没多大呀，是吧？说个百一呗。暂时我不想往远走，我驾驶证得11能下来呢。11下来我自己开，我就寻思先搁沈阳、哈尔滨、东北三省先溜达呗，先练练手呗。啊，我跟你俩说呢，这个司机唱歌好听，你让他唱一个，谁呀？啊，谁要说买车挣钱吗？你都告诉他挣钱，都告诉他买。跟大娟子唱歌都当网红，200多万粉丝那个，还有宇哥那个。我跟胡军同学，大学的那个，啊，唱歌还不错，但是出租车为了挣钱，那不唱歌啊。啊，300来人了。红上衣的，你咋知道呢？哈达批发市场，这小伙唱歌老好听了，你咋知道呢？现在见到辽 A 不稀奇，市长算不乱，辽尖子说了算，我就辽 A。我这是高顶双卧的，睡觉晚上把上铺东西拿下来放座上，然后司机大哥搁上面睡，我在下边睡。哎。我在那个下边睡，大哥在上边睡。他们说他们啥玩意儿，运价才3000呢。家高栏可拉不了，怕重。那他那高栏咋拉的？是普通？可以，我咱那个高栏不也拉普通了吗？现宰的。现挂吗？啊，这么回事啊？冷不过一冷一热一风一吹，那不全抽出了吗？你买完就让这个拿回去下来，给他洗完，就在一直在冲销量。啊。自己买个普通你不知道？出虫子，给咱冷藏车一直打着没有，在他那车上全是虫子，是吧？
押车给为你押车费，给啊，1300。今天押车给300块钱。是，他说没有押车费。他不可能有，他没讲了嘛。咱们讲了，上面都是一只房，都是我没定两个，我就定个一兆两个兆值。但是我也心里是差不多三个兆值，但是讲了一两个地方，他不一定给押车费。我讲的就是一天两个早事儿嘛，昨天待了一天，卖到今早上，完了他没卖完。那老板好，没事，兄弟，放心。人主动就说给加300块钱，今儿个，明早卸车直接付4100。网上都是一到三个小时，咱定的是一到两个小时。完了，然后明天早上卸车，明天他再卖不完，我就压不了了。不能压你的，你再卖剩那点玩意儿，你咋就不能压？你得到新货，你弄你这一个车，人来上货也不上，谁也不上。你把这货该拖整吐去，知道不？我哪功夫等他呀，天天呀！我得出发了，我不出发，我搁这待着，我都得犯抑郁症。就这里边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你说你要是搁地上边压个车，你也压了，你也就压了。啊，说的那个那啥。说的啊，咱搁外边溜达溜达，晒晒阳光，通通风，呼一呼一新鲜空气啥的。你看看这里边大地库，你看着没？一点阳光看不着。白天的时候，那个市场管理员还把他们灯关了，吹的。阳光看不着，完这里边味儿还成大了，那厕所都他妈呛呛的。你说那家他妈给我整的，都给我带压抑了。哎呀妈呀！呆压抑了，我都啊，我他妈在车上五脊六兽的，睡两觉了，我都。中午睡一觉，上午我睡到几点？9点吧。然后那个，上午我睡到9点，货主召唤吃饭，我没吃，司机大哥吃的。完，我搁车上睡觉来着，睡醒了起来，我坐那玩会儿，中午不行，困得迷瞪的。完了，我又他妈的又接睡，你俩怎么睡？晚上睡觉，他睡上铺，我睡下铺。我带你跑南方吧，我得驾证下来呀。咱俩要是一起，你带我跑南方，能不能一起趴窝呀？哪有地方洗澡？哈达院里有旅店，可拉倒吧！我昨天搁洗浴洗的，昨天早上我出去搁洗浴洗个澡，完了出去办张银行卡。然后买了点药，我还干啥回来洗衣服。先到北方活多，大庆活更多，就退货，退啥货呀？别说压不了，到沈阳八家子你试试，不是你说的算的，高低贵贱不去行不行？还不是我说算，咋的？别地方没有活了，全中国货车只八家活呢。八家最后就得被所有货车司机拉入黑名单，除非他妈是南方来的，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高低贵贱不去行不行？不去，我宁可趴窝，我直播，我不去，我没工夫跟他俩扯。咋整的，美女？车没下来呀？今天压车一天，今天压了一天的车，加300块钱。别说不去就不去，高低贵贱不去，不去就不去。哎，好哥你去吗？我好哥都说了高低贵贱不去。好哥你去吗？我是不去呀，我他妈宁可趴窝睡觉，我都不他妈跟他俩扯。昨天压车压了一天，我寻思正好我出去找个地方我洗洗澡。完了，然后那个我连办张银行卡啥的，连让司机大哥好好睡一觉歇歇。这两天不总熬夜开车吗？妈的，昨天压一天还行，这今天给我压的我五脊六兽的。哎呀妈呀，我有好吃的。
八家子了，沈阳我都不去，没毛病。你吃吗？啊？走到你家。嗯。蚕豆。鸡爪子。不吃。不吃拉倒。呀，大弟，我一瞅还得是你呀、啊！哎，这家今天给我待的，我抑郁症都犯了，给我待的都压抑了，一点阳光都没有。这股这里边这股死味可呛呛了，那早晨那厕所我一去，哎呦我操，成他妈埋汰了。小葫芦不咬司机呢，第一天上车的时候咬了，后来再也不咬了。你带的唐卡多少钱？请的那个应该说是请，搁五台山请的200多。链子回来是我自己重配的，高黄金穿的。哎。是今年我去五台山请的唐卡，开过眼睛的，然后那个链子是我自己从穿的，从编的，这块还有那个这块全是金的，完了这个小狐狸也是给五台山请的，完了让我挂一起了。我也是跑车的，在汕头压车6天，不也服了吗？那是你自己没讲明白。6天，他给你6天钱就完了呗，白压呀。如果要白压车的话，那只能说你啥也不是。我司机大哥都告我了，说如果不想休息，就是说没有特殊情况，比如说累了想休息1天2天的情况下，尽量不要拉压车的货。如果想拉压车的货，一定要提前跟他讲好压几天，压的时间长就不能干。然后找任何货都按2块钱一公里算。压车300，去了打冷吃饭还剩什么？就打了一次冷，就打了一小会儿今儿个吃饭。你正常跑车你不吃饭吗？你搁车上睡觉，还有人给你300块钱，多好啊！就这地方不好，费用按2块钱一公里。感谢我荣哥。就这地方不太好，给我整的心情就不好了。那个这里边味儿大，搁地库里边看不着阳光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。水罐也没有水了，拿矿泉水洗的脸。李天，现在断几万了，啥意思？这家伙开车挺好的。
干大车，你这手指甲不行，有手套。开门关门干活戴手套呗。有手套。没看过哪个压车的给300还乐坏了，都是被逼无奈才压车，我没有被逼无奈啊。他说他跑3年车，他没看过哪个压车的给300还乐坏了。多少钱吧？人2800来的，你3800来的。你不得看运价多钱吗？别人是2800来的，我3800来的，压一天车还给300，民老付账4100。那我就当我歇，多歇一天还能咋的？唉，你今早怎么不强行让他卸车呢？我跟货主俩处挺好的，不好意思呀。人大姐直接就主动给加300块钱，原本今天早上能卸车，有人订了300件，后来那人又反悔了，就拿走了那个80件，所以剩了。都哥们儿，都哥们儿，我没好意思吱声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人大姐都说了，主动加300块钱。加吧，哎呀，咱就当歇着了，运价也挺高的。嗯，葡萄爱卸车吗？没脑卸。对，都哥们，好哥们。人货主早上还招呼俺俩吃饭呢，完了我没吃，我睡觉来着，大哥在那块吃的，整的那个水煮肉片儿。整个鸡蛋，本身我不吃肉，这几天赶上过节了，都知道价高。七号以后你开运，那人家他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明知道今天咱车卸不下去，明明看到人家了，剩了那么多的货，没有强不强行卸不卸车，就是出门在外的，大家都相互多理解一点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就是我理解他的同时，他也理解我，他主动给我加了300块钱，而且跟我处的吧，就是不能说有多好，但是跟我处的笑呵的，人大姐挺客气的，人家货剩到我些没卸下去，人主动给你加了钱，本身运价来的时候就高，我3800来的，你说你还咋好意思跟人激挠的，让人把车卸了，我是拉不下来那个脸，真拉不下来那脸。啥肉也不吃啊，猪牛羊我都不吃，真拉不下来那俩。你搁哪直播就播车不卸，就播不卸车才好呢。对，多少公里？800多公里啊！我空旷去100公里，出发是760，800多公里，一共花900块钱油，高费免，400块钱信息费，4100减去1300，然后再减点吃饭钱。加300，一天也没打冷，就刚才打了一会儿。鸡鸭鹅呢？鹅不吃，鸡我只吃炸的，鸭我只吃辣鸭货。感谢我龙哥，谢我龙哥，谢龙哥比心儿。哎，妹子，我说话你不信？你走一年货车路看看，就是吧？我不知道以前的运价有多好。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运价有多孬，就是对于你们老手来说，我不知道以前多好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多坏，但是现在的行情对于我来说，我现在我就是哎呀，我现在我就感觉我看见回头钱了，我觉得我挺知足的了。可能就像我司机大哥说的是，人大哥说的啊，以前5年前跑货车一个月存剩能剩2万到3万。毛的5万左右的时候，说现在一个月挣不上那么多了，一个月挣1万多，
说的感觉大家现在都不挣钱了。那你说这个说车不好养，那个说运价低，那你咋不卖车呢？你还养它干啥呀？你直接把车卖了干别的行业呗，哪个行业挣钱你干哪个呗。你既然干上这个行业，咱就没有必要说天天抱着那种抱怨的心态去干去。你说你今儿不开心，明儿不开心，你干啥都不开心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运价对我来说，我这几天所挣的，我觉得我现在挺知足的了，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呢。别闹了姐，昨天我车到盖州，我找车盖州到哈尔滨卸还4200呢，我3800来的，加上这个押车钱。你看的是压几天呢？我这就压一天，当时来的时候讲的就压一天两个早事儿，有压三天的，压三天的司机大哥没找，就找了这个压时间最少的，压一天两个早事儿，完了这不过去完，今天不加300块钱吗？你要觉得说车养车的，你要觉得说啊车不挣钱，那你就把车卖了呗。换个行业干呗，那咱不能天天赔钱干呢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哪个行业适合你，哪个行业能干能挣着钱，你就去干哪个行业，你为啥还要养呢？你咋不卖车呢？干任何行业咱都得摆平心态，你不能抱天天不是怨这个就是怨那个。那你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式的，你怨谁他有什么用？现在活着都挺艰难的，就是出门在外吧，你多理解点货主多理解点你。你要是碰着好的货主，多理解点他也可以。你要碰着那坏的，我比他还他妈缺德。我要碰着那种缺德的货主，我比他还他妈缺德。他要敢不给我运费，我作死他！我这一月啥也不干，你也别干，咱俩就耗子。你动我一手指头，我讹死你！我要碰着缺德，你是我比他还缺德呢。我要碰着好的吧，我就成不好意思了，我就那个拉偏来脸儿。你就像今早人那姐姐一早6点多就敲门，说的那个你俩那个洗脸刷牙，我订饭了，一会儿咱吃饭啊，怎么样的？完了，然后我困迷瞪的，完了司机大哥去吃的。完了我没吃完，然后人大姐早上笑呵就说那啥，说的那个今天货没卖出去，说的那个原本人家订了300件葡萄，完了然后说那人求走了80件吧，剩了点，完了说的啊那个说的那啥啊，说的妹子那个姐再压上一天，完了给你加300块钱，我连声都没吱，是他自己主动说加300的。那你说咱还咋好意思让人强行卸那个车，人家你明明看见车里边剩了一小车货，人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怎么强行让人家跟人鸡挠的卸？还是个女的，本身今早上司机大哥就说今天没有啥好货，没看着就啥合适价格合适的货往回走的。那你说你今天你要找不着货，你搁外边待着还没有钱挣呢，你搁这待着一天没打冷，就刚才打了一会儿就够了，也不用打了，一会儿10点他们就来了，一天给300块钱还咋的呀？我觉得挺知足的。旁边那个车，那个德龙那车，那哥告我说的那个，他要是给你300，你就要400。400我连提都没有提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知道多要点钱好，我也知道多要100好。但是我真没好意思张那个口。今天早上司机大哥都看货，没有啥好货，今天没看到合适的货往回走的。完了后来说压车，我说压吧。完了旁边德龙那哥告我说的那个，让我多要100块钱，压车给400，我连400提都没提，我没好意思。我没好意思呀，你问问给他多少钱，他没给。没有意思，你啥也不是，真没好意思。我就觉得这姐挺好相处的，挺客气的，真没好意思。
他妈这车来的时候就讲价3000嘛，2天到3000，跟我1天来的。不主动的就磕他，对呀、啊，我要碰上那缺德，我比他还缺德呢。你要跟我俩玩缺德那一套，我比你还缺德，我讹死你！你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，我讹你裤衩都穿不上。关键人家挺好的，一早6点多敲门招呼俺俩吃饭。B2 证能开吗？能开，这么棒。就是吧，俩好嘎一好，对，那没毛病。你是啥的？不行，我就报110，我讹死他。我他妈讹的，我讹完我直接换个大英图，15000雇个司机。我给你开，你有证吗？都不易，葡萄去了那个，咱都能觉得挣钱吗？不知道他多少钱拿的货，正常今天压不上车。有个人说有个人订300件，完了就拉走80件，所以剩了。大车的正义事业全靠你了，是靠我干啥呀？我只负责我自己的，我管不了别人，我自己还没管好呢，我能管别人吗？我只是说在外边混谁也不是吃素的，你要跟我俩好好唠，你跟我俩好说好商量的唠，我只正对你讲究，你说咋的都可以，差一不二都无所谓。但是你他妈跟我俩鸡来的玩他妈的缺德那一套，我比你还缺德。今天压了1天没脑卸车，你啥时候买硬？你等我讹货主的，你等我碰着个缺德货主，咱讹一个。碰缺德货主，我直接讹他个大英图。我有了 A2 行不？我 B2 就行。能我碰个缺德货主，我给你讹一个。讹完了，我雇你开大英图。车卸完没呢？没呢，没脑卸。还有点没卖完呢，给你讹一个。明早几点？他一会儿10点来卖货，卖到明天上午。哎，你说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开货的3点4点开货我可以理解，凌晨，他怎么从半夜10点多就开始卖呢？卖上一宿啊？啊？你要说像早市似的，凌晨2点、3点、4点，我可以理解。10点来就开始卖，卖他妈一宿货，大半夜去交易去。押车给多少钱？300。我是 A1 加 AI， 那天底下地上跑的你全能开呀。那么半夜去交易去，司机怎么还在下铺呢？一起睡呀、啊？你想一起睡都不够宽啊，急死。得上轮睡，有白天卖的，有晚上的，还有起早的，是吗？他们一会儿10点来钟就来了，就开始卖货了，人就上来了，完就开始轰轰的。你等他卖完再走，咋给你算钱呢？不等他卖完，他今天剩的比较多，需要打冷。他要剩的少的话，人就自己卸去放冷库了。人就自己卸去放拢，他也不愿意压车，压车得给钱。明天早上就不管他剩多少，他肯定是不能压了，想压都不能压了，他肯定是明早就直接卸了。因为明早上今天再来一天也剩不了啥玩意儿，剩也剩不了啥玩意儿了，剩点就直接扔冷库去了，扔库里了。各有各的道是吗？我自己来吧。我开开，欢迎我三尺哥哥，小鸡儿有尿，各有各的道。
明天找货往回走了。明天找货往回走，今天没搁饭店吃，订外卖吃的。我给你开呀，我有点信不着。押两天车给300块钱，押一天好不好？昨天一天是讲在运费里的。当时订这个货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了，押一天两个早事儿。从今天开始算钱，今天再押一天给加300，听明白没？你是傻子还是我是傻子？真的给你开行不？你刷个烟花上个网，我看不着你。你可快点回来吧，我刚才买矿泉水都放座子上拉回来的。啊，意思就是我的冰箱占了你的后备箱呗。这大眼睛真漂亮，300挺好当休息了。就是人都不知足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押一天给300块钱，那你说呢？我明天就配货就往回走，回去我就去取冰箱去。那个冰箱是抽拉的吗？哎呀妈呀！感谢289哥哥。你是内蒙古人啊？我是说话怎么哇哇的呢？你是内蒙古人吗？翻盖的，翻，能放卧铺底下吗？不是抽拉，我说那个能放卧铺底下吗？你是内蒙古人吗？杨楠牛逼不？200多万粉丝，照样一车火龙果扣的4500。对于网红来说，4500还是钱吗？你别听他搁那个快手上卖惨，有几个像我这么真实的？你看那帮玩快手的货车都卖惨，哎呀，那个赔了，没挣钱，哎呀，又扣我钱了，又这么的了，又那么的了。你听他去卖惨去，你知道？就咱就说杨楠，你知道他的一个段子的播放量，他每天发段子的播放量，官方一月能给他多少钱吗？你听他说，你比我还实在。还有演剧本骗人的，对呀，找个演员又这么的又那么的了。我们快手主播都有个东西叫磁力万合，是每天你发那个发作品，根据你的播放量，比如说今天你发作品的播放量，第二天中午或者下午会到账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每天中午或者下午都会到那个段子播放量的这个钱，叫磁力万合。你知道就凭杨楠他一个段子的播放量能给他多少钱，一个月他能挣多少钱吗？就从快手上
就在他不开播不卖货的情况下光从段子上挣，你觉得他能在乎那4500块钱吗？又哭又嚎的，不就卖个惨吗？明天我也哭，今天压车了就给我300，太他妈少了，我油钱都不够啊。多会儿来包头，包头我之前自驾游走过，我太难了，我还开不了车，我司机开公司的钱都没有了啊。大哥大姐们刷点儿吧。明天给你5万啊，行，接着刷。司机说我要不给他开工资他就要把我杀了，大家都刷点给我凑点工资钱吧。感谢我龙哥。看着没，再加2万，好嘞，包头我去过呀，我搁包头那叫什么库德伦，不是那个库伦都，昆都伦区，你就这么干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而且火龙果他说扣4500就扣那么多呀，你看着了他有票啊。我作为一个快手主播，我谁都不相信，你知道不？我有一个朋友叫小天儿，黑龙江的人都认识他，财神天儿。我哥们小天儿去年演那个剧本的时候，那家演的可真实了，我都相信了。我他妈作为一个主播，我都信了。当时是啥呢？就是他整个女的。啊，说这女的10多岁的时候在网上聊 QQ 被人骗了，跟人结婚了，现在这男的跑了不要她了，怎么怎么地的，没有钱，完了就这那的，完了意思说他帮助这女的了，万奎呢就他去年演个剧本，后来当时他一发段子，那女的眼睛成像了，那眼睛上呆呆的，完了成天就穿那一套衣服，那眼睛就这样直这样式的，就瞅得挺可怜的，你知道吧，去年大冬天，然后当时我作为一个主播我都信了，完我给小天发微信，我说那个，我说你把那个他地址给我，我说我把那个我给他邮点衣服啥的，冬天那么冷，他就穿那一个老破军大衣子，我说我给他买点衣服啥的，小天说的你买啥呀，我这是剧本，人家有对象，给我录像的那小子就是他对象。哎，我一听，我说我差的挖的，我他妈都信了。后来开始这些主播整任何事儿，我都不相信了。他妈快手有几个像我这么虎的？大庆呢？嗯呐，有几个像我这么虎的？那是朋友，也是剧本。他那会儿还让我，他跟那女的拍完段子，还让我去跟他拍去呢，我没去。嗯呐，就那女的小雪，当时我看小雪挺可怜的，我说我给她发微信，我说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说给她买点衣服穿，大冬天就穿那个。就穿那老破军大衣子，我他妈都信了。他去年还让我去跟他拍去呢，但去年那会儿我直播间有大哥，我拍不了。
是徒步小天吗？不是，小天要养大车了。前两天发段子说的，说要去增 A2 证，上我七号那个驾校，他认识我那个校